咱渔港所，咱农业局呢，伫这所在开千几万，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这所在展现一个新的风貌，哦，啊，让人有当讲从囡仔来这佚佗也好，甚至观光客，啊，按台北坐车的，啊，来这搭，啊，来这做，管带咱参观呐，啊，所做带咱消费，哦，这是是阮最大的一个，这个也是一个风景很漂亮的一个观光港哈。那原则上这边有一个我们渔会的一个渔货拍卖市场，那每天的12:30哈，他会来开始拍卖。那拍卖是由渔市场承销人来承销来拍卖，但是民众可以透过他们来买新鲜的渔货。所以这边哈，其实每天到中午12:30的时候，很多哦，就是知道内景的老饕，他都会自己来这边拍卖渔货了哈。那另外我们这边也有一个直销中心啊，是目前是由那个九叔公啊，那个海鲜餐厅他们来承揽啊。那在一楼有一个就是直销的一些啊小啊贩卖部啊。那民众的话来这边除了啊可以来拍卖渔货，也可以到直销中心来吃新鲜的海产啊，或是顺便买一些omiyage啊带回去啊。那另外的话，因为我们将军港景色很宜人，所以这边有开辟一条所谓的我们将军到澎湖东极的一个航线啊，目前是由东极湖7号来跑，每周的36。餐厅最主要是以海鲜为主，那大概海鲜都是以蒸笼塔的方式来做呈现。那这个海鲜新鲜的话，就不用什么特别的料理，用清蒸的最好吃。那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特色的菜，因为我们是从山上来，那我们也有做汤阿给，然后蜂蛹。把一些山产类都结合在海鲜里面。大家好，今天去渔会，我是供销部主任，我姓庄东京哈。今天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渔港所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记者会。然后今天我要推荐我们渔会目前的产品，我们目前有虱目鱼罐头，这个虱目鱼罐头是我们做我们渔会的品牌，然后我们是委托日保公司来帮我们制作的啊。再来就是说我们的乌鱼子我们是委托那个独家社区他们发展协会来帮我们制作，就是海产啊。所以海产一个月的小的时候一年四季都是不一样，有夏季有夏季的渔产啊，冬季有冬季的渔产哈。啊，你看这个干煸的话呢，一般会当讲你市面上呢耳熟能详啊，当常常你吃到的物件，就是咱在地较出名的沙白鱼。你甲我去介绍咱的沙白鱼，哦，咱七个将军帮忙合作，这沙白鱼会使讲到咩？南部湾的，啊，所以大家有机会。我们餐厅全部都是以新鲜的海鲜类为主，因为我们靠近渔港，所以我们的鱼货全部都是由渔船上拿下来的。那我们餐厅最主要的特色料理有黑鲳米粉，还有澎湖鲜大卷，还有一些鲜鱼跟鲜大虾。欢迎大家有机会神西加大券，带券来渔港这边，踏青玩之后看欣赏完夕阳，或者是来这边游玩完之后，可以到我们餐厅来品尝我们的特色料理。